想要更上一层楼的话，但你得努力挣扎的路上有路障，有牌子写着年轻人请勿上，试着将那想法升华。管理员说这台老旧的电梯早已经故障，有人提醒我的水很深，地板真滑。他说楼上都是妖魔鬼怪，没有度量。你敢上吗？你又赶得上吗？上个赶得去投胎的也曾在这互呛，我东闪西躲，而他们都想激我。这里不欢迎你，快点把说谎的全部都给踢走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人都会犯错？如果说谎的不是我，对那些比我屌的人，我总是充满尊敬。但有人会在别人看不见真相的地方制造瘟疫，暗示把所有诚意关于羞辱和正义。Hip Hop 是娱乐，但却也不只是一门生意。他气势磅礴，我继续上楼，我还能怎么做呢？我也只能继续干活。虽然自信和意志都开始变得淡薄，想象那顶楼的风景值得我去探索。有人会架你一拐，有人会拉你一把，有人早就先入为主看你不爽，有人也会杀停一把。或许我们都是平庸的猪，最美的风景是人啊，就算这里是贫穷的。我想起宋岳听说，没有自信前就先用你的勇气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，到底是谁有病？我决定继续上楼，听天由命。一部分的我他早就死了，尚未囚禁。不是所有人都是懂你的人，好像掌握了话语权就供你为神。越来越不想说话，直到关起了门。我甩开念头继续上楼，终于回了神啊，怕得满头大汗，整栋楼都被先来的霸占。这里热的像地狱，上里面住的撒旦。闻风丧胆，把调子故意唱反，那想要往下跳的都像不定时的炸弹。楼上的人们他们眼神古怪，笑容仿佛来自上个世纪，觉得我们像是阻碍。失败为成功之母，所以这首歌是牡丹。我挥挥衣袖，喊楼下的房客说 goodbye。 楼下的房客你们好吗？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吗？楼上的房客你们好吗？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吗？楼下的房客你们好吗？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吗？楼上的房客你们好吗？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吗？风风雨雨来来去去，人们欲走还留，终于明白我有自己的路，不上别人的楼。世代交替在抓交替，拒绝再和心魔交易，不再焦虑。我先走了，但我不是往下跳，我是坚定的往上走。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，走你自己该走的路，不上别人的楼，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。让我告诉你，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。一起上楼的人们，你们好吗？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。